你坐起来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，你我便干什么。你快躺下。哎，拉到胸口了，我去叫医官吧。 陛下，正贼一百是会死人的，万万不可。臣遵旨。你受伤是假的。我受伤为何是假的？因为你想用你受伤换我心疼，达到自己的目的。那为何我受伤，你就一定会心疼？你若是不心疼，无论我什么计策，不都无用了吗？ 这些事不该等到成亲之后再做吗？这话应该我说吧。那就再亲一次，然后换你说。 你想的真美，我给你带来汤药，你快躺下，慢点。 苦吗？甜。皇后说了，这是安神汤，喝了今晚能睡得很香。我不需要安神汤，你陪我就够了。等你喝完汤药，我吹笛给你听。
会和一直看着我发呆。还记得第一次看《倾尽容颜》之时，你也似今日这般好看。你还记得第一次见我之时？当然。那夜灯会，你在看灯，我在看你。那你那时忘了我那般久，后来怎么也不来找我？因我还有未完成的大事，还未下定决心求娶。就见一眼，还谈不上娶不娶妻吧。一眼，一眼足矣。你初见我的时候是怎样的？那日漫天华彩四溢的灯火，你驻足街中，人潮如织，可我只看得见你。那时我便想，所谓一眼万年，也不过如此了。只见你一次，我便知道往后余生只有你。从今往后，若君不欺我，少商定不相负。